阳，就是听说有人想看我玩小声生活是吧？我这就来下载看看，下载给大家玩。那我们前面的动画就先不跳过了。哦，开始了。就这样，开场的话，开场的话就这样。等一下，设定一下。这样嘛，我们用 FB 登录吧。他好像小声生活，我们就要当什么男学生？女学生？这个要考虑一下，看开场动画是这个人对吧？那我们就用它开始吧。就用我的 YouTube 的名字。怎么感觉有点旧啊？这东西。然后呢？所以现在你要去哪里？可以先把头像换一下吗？更换一下头像。头像的话，好像就只有这个，只有没办法那个，好像没有办法用。那之后，之后再用吧。太小，所以他现在要。他只要进入村庄。どうしたの？お料理が。焼き上がりのケーキはいかが？好像这样就可以进入村庄了。我们这一次就那个……等一下，怎么马赛克了？等一下，他马掉了。
所以现在是要去村长家，村长家是在哪里？这难道就是村长家吗？哦，算了，先让他自动寻路去。我好像没办法放大来看。笑什么？你对我有兴趣吗？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就是先给大家大概玩一下这个游戏，然后我之后再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再正式来玩这个东西啊。这个游戏画质蛮好的哎，呵呵。可是缺点好像就是会有一些马赛克，而且这屋子还有点破旧啊。那这个马赛克是正常的吗？看，我们看一下，哎呦，好像。还是要除一下。嘿，好的。看起来的确有点破旧。呵呵，好像就这样而已吧。这些东西，嘿，灰。我会除不掉啊，会卡是正常现象。所以说，它可以放大吗？好像闪，没事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就这一次先。因为那个嘛，就只是给大家跟大家说，我之后可能会玩这个游戏。那先玩这样子啊，之后再跟就是玩了、之后再玩。那我们这一集就是算是预告吧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